欸，你们去看 YT 封面，你们可以的话去看一下 YT 封面，很屌哦。那时候看到 DC 你们贴的，然后去，等一下哦。12010000啊，安安哦，多拉安安，白月雪安安，小唐儿安安，赫洛安安，苏拉哎，徐景元安安 ，P I P P I 安安，是吧？哇，风雨安安，蓝莓乳酪教教主安安，黄安安安，夜渊祥安安。睡不着，早上换台后打个斗阵，睡不着。好了，继续来刷刷色尾。啊，我想刷爱心鱼跟爱心鱼或米粒龙了，哎，睡不着啊，怎么办？我们这次来声波阵啊，我们声波阵刷。刚看完精华影片啦，你说哪一个？哦，恐怖游戏哦。那我看你是很勇哦，我很超勇的，不知道哎，就躺着真的睡不着，躺超久的，躺了两个小时吧。哦，瑜伽之力哦。欸，很好玩的，要不要试试看？你去找个肯泰罗或是物理的洞，我把瑜伽之力换给他，那个洞马上变八星的洞。冰刀青年安安，林怡景安安，我超勇的。我本来想说还是我来跑光遇好了，可是顾虑到啊，好多人没有在看光遇，哎，好多人没玩光遇啦，不可惜，其实是个好游戏。但是客群少，顾虑到客群少，观看少啊。请问四天总共出了四只色尾，要注意什么？四天总共生出四只色尾，要注意什么？小心会有人跟你偷，就要看你生什么色尾啊，会有跟你偷。又是梦妖吗？离谱。出门小心。昨天在场啊，那只水牛一拳一个，比喷火还强欸，超强的啊！靠，要不是因为喷火龙是什么太阳之力的，我就把瑜伽之力丢给他了。啊，注意，这一队有教主，要注意什么？小心他的瑜伽之力。单一步一只小火龙，哦，那你小心一点欸，会有异步大道欸，会带着瑜伽之力的异步大道啊来找你。他跟他讲说，他相信有圣诞老人。他跟你说，其实我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存在哦，对吧 ，Sora 哥哥 ，Sora 哥哥。杨心安安，蒂恩安安，欸，小唐二进度到哪啦？存档存皮啊，还没有刷到想要的存什么档？存屁档啊！有母的色尾再给你啦，好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还在跑冠军之路，先跑传说之路啦，传说之路比较好啦，传说之路可以增强你的坐骑，会爬会飞会跳更高，也不是飞啦，会滑翔，好不好？不会骗你，
先跑传说之路。反正传说金城跟那个你都可以轮一起叠。请问教主，大家把昨天的大力士王子丢给我。大力王子丢，你就搜寻啊！天哪，很烦欸。你看，没存怪我，你不会看你的 Google 历史记录吗？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找不到。职业安安，一夜月安。下次就叫我把银行账号丢给你，我还会真的丢，你小心一点。传说之路等等级标也还好欸，不是啊，你传说之路慢慢打过去，等级也是会到的啊。那你冠军之路、传说之路其实都差不多啊。白痴，让我看到这个。打开，再一次。抱歉啊，等一下刷图复播给你。不用啊，我有啊，我要那干嘛？我想说昨天说好看，刚好出大乱发生，你就刷你的哦。你可以用土布波去骗妹子啊。我说我这有酷酷的布波。我一点多刷出一部大量发生，我刚刚刷了两白布布了，不然为什么就是没有？嗯，我真的还是要去警徽。哎、欸，有了，存个档，我们去看看是什么。若是黄色就存档。小熊熊安安 ，Line 安安，主播好啊，主播。那我其实想睡，可是眼睛很酸，很不舒服。但是就卡在说躺着又睡不着。他刚刚想说洗个澡会比较好睡，哎、欸，没有哎、欸，睡不着。挂台去忙了，忙什么？女人，你要瞒啥、啊？女人，抓到老喷才买到月亮球。我刚昨天也看到一个人说什么，都抓到老喷了，月亮球才买到，是你吗？卡烂呢、欸？卡什么？正常吧，第一次卡烂的、啊。不是在湖上哎、欸，哇！米粒龙大量发生。真的都是黄的哎、欸，橘的哎、欸。昨天阿旺也是橘的。哇！没料。再刷。米粒都是橘的啊，那只能靠生蛋是不是？啊，那我要刷。我说，
来我们的寿司计划。好吧，那是他逼我的，我换只。好地早 ，U 换吗？换 KH 安安。生蛋或野伞吧，啊，生蛋肯定是不行啊，野伞肯定是太难了啊。啊，只要找个爱心鱼大量发生了，爆卡哎，还是才在那边找。祝你早眠。哎、欸，搞不好等一下啊，三点就睡了。起码今天有开台，哦，也是啦。会不会说，哎、欸，教主没开台？有哦，有开过哦。一下也是的，哎、欸，他不会冷吗？走这边好了，这感觉比较近。咦哎、欸欸，很滑是不是？啊，不是直播整晚了吗？哎、欸，对啊，怎么了？给、欸、阿旺打开了。欸、这芋泥包会不会有点好刷、啊？这个位置，哎、欸，这芋泥包好像有料哎、欸。感觉好像很好刷呢、欸。阿香安安，哎、欸，阿香，碰到你的芋泥了，可是它在水里不会跳哎、欸。跟着看看。看看顶部看得出来吗？阿香，怎么办？是不是看不出来？我都在找地，我看小雨也是在找地啊。哇，谁会飞？我没有什么会飞的、欸。有点紫色的样子，不是？你这样看得出是紫色或不是紫色吗？那个有点紫色是看他肚子，不是吗？这个啊。不，来，他的背这个纸，好记好了、哦。不过我觉得颜色差蛮多的，那我开始了。这是不是该练一只会飞的啊？
不然没事可以用。喷火龙，哇，我是没练。晚上的话会更不明显。应该不会像晚上的智慧星一样不明显。夜晚的智慧星，好像讲过夜晚什么的星星一样。天啊！娜娜死安安，大量发生，怎么大量哦？开始变少啦！看到猪板好兴奋，为什么？多半是木车，我插珠板图鉴，但我现在没空哎。哎，你可以问吐司喵啊，他不是也珠板吗？应该吧。你那时候半夜没出现，我半夜都在帮他补图鉴。现在补图鉴，我应该会困睡着吧？我主板直板，我主板直板。你要讲什么无聊的梗呢？最好是玩家小兔安安，小白兔，
抱歉，土王好，土王好像不是很会升诶。走远一点。还是我去刷爱心鱼好了，天哪！哎，旧版蓝色巫波入手了吗？入手啦、啊！我、哦、好卡，你说这只哦？我的色维伊布大量消失中。什么意思？你又抓了几只？你又走私了几只？先零只，还行吧。变得更少了啊！开始野餐，不行啊！我觉得这巫波升的好慢哦，一高一低不行。要不要开赌盘？会不会出路？我搞不好先睡着哎。请问赌盘的时间是多久？我要想到很多原因哎。看它大量发生真的很不大量啊，放弃了，我要先丢出来看一下色尾，六成难安，看一下哦，不要害羞啊，出来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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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显，好明显，好明显，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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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周围太多怪。哦，对啊，不然就只能吃那个啦。地面遭遇力吗？地面或毒的遭遇力，阿悔啦，什么意思啦？忘，不见圣诸神，好啦好啦，我帮你啊，我帮你，我帮你。七星老朋友有人要吗？现在这时间吗？大家应该在孵蛋吧？来，请交出你的密勒盾。嗨，
亚马克安安，我现在嘴巴好痛，不太想讲话。搬 KH 来吧，然后继续刷了。还是你这个念缘啊？不对啊，换啊。老朋友现实啊，有啊。可以帮打老喷吗？不好意思，你们两个组队啊。欸，太狠了吧！这么好看的神兽用生机球。但我没有资格讲啦，我的帕路奇亚也是用先击球，可是我当时是确定我不用帕路奇亚，因为我本身不是神兽出，就是不喜欢使用太强的宝可梦，不是太强啦，就是神兽那种品质宝可梦不太喜欢用。也可以借你摸吗？你又要摸，不好意思，你还摸不够吗？你要摸什么？你是要摸什么？摸什么？孤乐盾？奇怪，你昨天没有摸到吗？你昨天没有说你要孤乐盾啊？好啦，来啦，来啦！我烦了，我只想刷闪而已哦。你看半夜弄一弄，三个小时都不知道干嘛。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你用密勒盾来当人质，谢谢。哎，我的，嗯，你朋友也是紫的吗？想说你不是说你从你朋友那边拿到百变怪？你朋友也是紫，没有抢好谁猪谁紫。都是紫的，哇，太狠了吧！欸，你太多都没有了吧？好好补个图鉴啊！啊，好啊，好啊，还没啊。全部都不要用小摩托什么东西。哦哦哦哦哦，不是很可爱欸，就很帅啊，你看站起来多霸气啊。回答跟你一样欸，也是大师球欸。哎，好狠，好狠拿纸，是不是纸很不耐看？大师球就很配啊！你说因为它蓝蓝紫紫的吗？那这只肯定是要一般球，对不对？
速度球被狗狗不错吧？太贵了，那时候还没有吧？哎、欸，还是我那时候有？不会不会，赶快补图鉴哦。这做个打甜蜜球吧。哎、欸，不好意思。欸、你们去打老喷啊！我真的想刷刷色尾，想养养老，去帮忙打，乖，没有我再去，好不好？肯定是没有的啦，知道。感谢海泽的小起点，2.68点，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没有答的东西啊，没有去开其他，啊，可能有点失望，但抱歉。这边太难野餐了吧！天哪，我想放弃这里了。野餐那个溪底线，你不是要打？哦，讲话嘴巴，哦。哭啊！应该叫小奇岩，是什么新的发明用词？啊，马克我来了。哎呦，白痴，不好意思，感谢海泽的订阅，谢谢谢谢。还有进去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满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继续刷色尾了，谢谢谢谢，感受到我多感谢了吗？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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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有你们就没有我，啊，有你们就没有我，我嘴巴都好痛哦。我每次去买那个口服的药，就弄一弄，那个药又不见了，哦，烦欸。欸，不行啊，旁边这些太多了，我真的要吃那个欸。该吃大大力了吧，大大力跟闪耀力了。感觉也要吃遭遇力了，天哪，要吃这个，我干脆去吃，我继续刷，我继续刷。对吧？感受到我多感谢了吧？那个我有私讯粉专，但一直没有回复。悠悠，我跟小秘书说了，我在问他怎么了。因为我这几天有跟我今天呢、啊、又有跟他说，有人受不了看，又有最近蛮多人受不了看广告的，陆续订阅了。欸，他说好，我就麻烦他。波普海豚，啊，然后他其实主要也都有在那个，就是他是公家机，也不算公家机关啊，就是他上班时间比较长，然后有时候下班都已经10点11点，所以到家会蛮累的，再体谅一下。我想订阅，可是他说我 Gmail 有错误，要传图片吗？对对对对对，会教说怎么传，然后会有个截图范例。你想订阅，可是 Gmail 有错误，那怎么办？这不是又 BGN 或 BGN BUG 吗？你是要打 BUG 还是 BGN？ 番茄，你在打什么？
Twitch 的广告真的是放的不熟了，打错嬉闹的 BUG， 我可以截图吗？哎、欸，实业，你传讯息是凌晨六点，凌晨四点。实业啊，你传讯息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不是人家不回复啊，实业是你传的时间是死人时间啊！哎呀，那时候只有我们醒着而已啊，人家上班族啦。我发现喷火龙会补血，好像不是 bug 啦，怎么可能会补血啦？这样喷火龙会那个吗？会念剑吗？更新电子邮件发生过无法更变电子邮件，请开另外一组电子邮件。我隔天下午有再传一次，不是，你体谅一下啦，真的，人家上班族，而且他是义务帮我的。哎、欸，有时候你要知道，就是怎么讲。用个图片好，他是在做那个防重，所以你要知道他早上九点就上班，然后可能晚上九点才下班，对啊，所以他也真的是义务帮我啦，他其实没有这个义务啦。其实你看到我的 DC 啊，我的直播，我现在能双开也是他在帮我用的。对吧、啊？不然我其实也不喜欢麻烦别人，感受得出来吧？虽然我常常会帮你们，比如钛金什么之类的，或补图鉴什么的，但我其实又很怕去麻烦到你。因为当时其实在考虑开回夫妻订阅的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又是怎么讲，我是在想说应该不会有陆续慢慢一波一波订阅的，订阅应该都会是以前的那些观众，新观众应该没那么多啊，谁知道夫妻真的是放广告不手软啊，我相信阿翔应该忍很久了哎呀，
靠，我在那靠，啊，倒抽一口气，靠，我的爱心鱼呢？多遇到拉鲁拉斯繁星药吗？公的母的啊？欸，不好意思，你怎么会多遇到啊？请问你多遇到的意思是什么？大量发生遇到的还是野闪？公的我要干嘛啦？剪掉啦！不好意思，我这边不是正太收留之家，把它剪掉。这么狠的吗？第三只公的大量发生，欸，你在哪刷到大量发生的啊？只对 mod 显示防盾模式开启，这是什么东西？聊天内容只聊天其中一个月啊？什么东西？什么？哦，欸，温阳，你按到了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刚刚小帮手按到，来来来来打一下招呼，来你刚刚，这是你第几次按错东西了？来打个招呼，来来来来来，温阳讲话，温阳说打招呼，你吓到大家了，快点，这个就是刚刚提的小帮手温阳，好了，他。啊，白痴，他想说怎么有个新功能按下去啊啊，不止他吓到，我也吓到，你们也吓到了，没事没事没事。平叠阵可以刷拉鲁拉斯大量发生，刷了，现在马上去，我来了。让我说嘴巴好痛。哎、欸，就是这位啊，这是我们兔窝管理员。旁边那个建那个盾，我知道啊，他那个盾已经大概在有一个礼拜了吧。平叠阵是不是我来了？欸，我今天在平叠阵有刷很久，欸，我想说附近有拉鲁拉斯，我就在那边刷，但是没有刷到啊。阿渊游戏安安，我想说几率很低，嗯，感受到了。我想说刚来怎么了？我想说谁被 ban 了？我想说 W E N Y 啊，不就是温样吗？我想说什么意思？你被 ban 了，然后我吓到，然后你又取消的。我想说你在干嘛？繁星遇到你要的母的伊布了。好欸，感谢你。对，他只是被新功能阴到而已。背心功能音，对不起，按错啦。哎，泽安安，好，喝水喝水。啊，就是你们，他自己讲的。喝了喝了。也是过了，不要再问号了，刚好就好，是吧？不是啦，因为我刚刚讲了音，没有。最近他们很敏感啊，最近有时候明明没发车，他们都觉得我在发车；啊，有时候发车，他们都听不懂，我就觉得很难过，找不到那个契合点，懂吗？找不到彼此可以契合的那个位置。对不对？我只是想说，提前帮人家庆祝成年之类的，对不对？我可以帮他成年。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帮他提早祝生那个过生日这样子。他有被问号，好啊，这样。没有，人家明年才生那个生日啊，我说我可以提前帮他过啊。小唐儿，你要出来，我很难解释哎、欸。感谢娜娜斯订阅。
哎呀，怎么想不开订阅我了？猪，猪，来宣导一次，麻烦订阅的兔崽子注意，不要再非上班时间哦，白痴哦。夏西安安，又成安安，阿渊安安，猪，对不起，没事啦，没事啦。感谢海泽镇定。我爱海泽，你认识夭夭哦？哇，感谢阿香，你成功订阅了是不是？谢谢谢谢。那你在一样的程序吗？你去那个粉专，然后可以领图奇的编号。嗯，这两只鸟有病啊！现在仔细想想，我赠送10个订阅通知会搞疯会不会？不会啊！你等下发超列车就烧起来了、欸，你看你要不要赠啊？感谢甜甜布丁的订阅，哎、欸，好了，烧起来，可以了，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上车，感谢上车。好诶、欸，上车。我嘴巴好痛哦！要晚上可能不会开，可能啊，可能啊。如果又是睡到11点的话，可能会开啊。你确定哦？来啊，你送啊，你送啊，你送，你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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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送到安妮哦。我先把耳机拿下来哦。快上车！我们焊死车门了，快！没有啦，玛丽路。哎、欸，你的拉鲁拉斯只会在平碟镇附近，对不对？就不用看了。哎、欸，你不是说十份吗？北七哦。这人说话不算话哎、欸。安妮没有吗？安妮有啦，安妮是跟我同时开那个啦，订阅的啦。这人说话不算话哎、欸。还好他不是诚实的小孩，还有没有送什么100分，对不对？诚实的小孩啊，感谢番茄赠送给我看一下哦、喔。哎、欸，你怎么送给诺英？你怎么送到诺英了？看一下哦、喔，感谢番茄赠送给雪痕，赠送给徐景渊，赠送给好金麻的野望，感谢赠送给艾里哦，今天挂台仔抓到了，感谢赠送给昼夜昏黄，感谢赠送给乙是乙楼啊，感谢赠送给墨雪，赠送给瓦力熊，赠送给没说过话的潜水仔啊，真的是没说过话、欸。感谢送给小小精灵，感谢送给团 KH， 感谢赠送给奥利中了、欸，送给王岸结余西奈10422261116，铲铲也中了，哎、欸，挂台的铲铲说话，哎、欸，等一下，圣诞老人，你不是说不看我的台了？你怎么还在？安安，感谢赠送给哇斯蛋包饭。
好，谢谢马克送给诺英的订阅。这随机的挺香的，觉得随机到谁很香。嗯，耳朵炸裂会很痛吗？我觉得还好哎，我这次也会飞送。哦，对耶，对吼，有看过台或挂台都有机会呢。想起来了，我截图给铲铲。啊，他可能是有追随，但没看台啦，白痴哦，想起来了啦。寄给他。啊，夏铲铲在哪里？这里。夏铲铲铲铲。哎，我觉得至少还好，不是好想你了。对不对？那个好想你真的是有够久的。嗯，还好聪明，是不是很聪明？我把那个音效开短了。小拜拜拜拜拜安安，被降落也会送到哦。打过字的都有机会送到哇，那难怪我那时候追随一个人的台那么久都没有被赠送到、哦、难怪是因为我没打字是不是？我到底有没有等到？来到谁啦？感谢次次的小起点，感谢刚刚还有谁？感谢谢海泽的60小起点，还有你的20小起点跟利恩的100小起点，团 KH 100小起点。哦，不行，你讲话嘴巴好痛。感谢芝芝的1000小起点，我没打字也被送过。感谢近底线的订阅，系统选择你，对你就是那个天选。等一下哦，还要贴给我。他还没到，啊，刚谢，他说他要打破我上次的记录，哎，对。好了，发烧了，分享，来吧，你们嘟嘟打出来吧，跟主播打招呼，毛西安安，发烧列车说的，哦哦哦哦哦，那、啊、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在订阅在丢小起点的时候有上发烧列车，在发烧列车开启的时间，你们有赠送那些的话。聊小几点的话会拿到贴图，哎，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会在赠送发烧列车出来的时候，就是丢小几点，他就会拿到贴图了。好，继续刷死我。哎，娜娜斯，你晚上有没有空啊？因为我都是在晚上人家补图鉴的时候才有空，我现在。现在没有很想要帮人家补图鉴，因为之前就会帮忙抓臭鼬啊，抓飘飘球那些。KICY 怎么念 ？K 怎么念啊？跟 KICY 怎么拼？不好意思，突然。这个没有母音哎，好难念哦。我问一下 Google 家 K I C Y 啊，谢谢哦。哎、欸，
他是真的这样念的哎、欸，不是我的错哎、欸，没有念法。我想说，可怎么念 ？K I C Y Y 等于 A I， 哎、欸，所以嘞 ，K I C A I 是吗？不是啊，我没有作弊啊，看 ，K I C Y。PC 哦，那么难听哦 ，PC， 哇，啊 ，PC 安安，哎、欸，不好意思哎、欸，可以每次想要认真的台，搞到好像我是小丑一样、欸、GC， 对啊，我刚查的是什么 GC， 我想哈。哎、欸，为什么好像时空旅人都失败啊？怎么了？因为时间太快吗？太对，叫起司好了。要不人家怎么叫的？对不对？搞不好人家其实叫宝贝啊，叫老婆啊。繁星，嘿，是蛋挞没钱。我有看到了你昨天在菜渣台出现，怎么了？对了，繁星后来抓设为飘飘厨吗？我可以送你，我在拼主线送你没关系。我没有抓，好像可以。你说宝贝这个这句话吗？哎、欸，宝贝不能乱叫。哎、欸，我没看过他哎、欸，但我抓到设为了啊。哎、欸，其实怎么会在这边遇到玛莎？哦，有，没事，路上有。那时候我在山上，哎，是。那时候你在山上哪里啊？你说现实的山上吗？还是你在爬这个雪山？一秒就没网了。哦，因为昨天菜渣不在补图鉴吗？然后他聊天是一大堆，哎、欸，都是熟面孔哎、欸。然后想说打太晶战，哎、欸，又都是熟面孔哎、欸，你们好棒哦，苗栗哦，觉得你们都长大了，可以代替我照顾菜渣了，你们好棒哦，感觉在为国争光一样。哎，对，感谢刚刚番茄赠送，然后如果有兴趣加入频道 DC 不频道啦。DC 赖群可以私讯哦。哦，听起来像气死，对不对？没有啊，那个，如果 YT 那边，不对 ，YT 那边如果太安静的话，想要有参与感的话，可以来突起。因为最近大家都在突起聊天，聊天，很好听啊，聊天。请问企鹅镜是刚刚的底线镜吗？啊，进底线吗？同一个人吗？哦，对了，繁星，我有去学野餐刷伞了。哎，这样有用吗？我们家安妮，也不算我们家啦，就是安妮教了我其实蛮多东西的啦。是哦，哦，厉害吧？同一个人，厉害吧？只有图奇才能换喝水，其实 YT 也可以啊，就是超级留言啊，就是超级没意义啊，超级留言扣太多钱了啦。绿界小起点就好了啦。啊，其实最近开了这个之后。再加上小七不忠诚点数也开启之后，然后也比较多人在这边呢、啊。不过这边很多都是新面孔啦、啊，因为都是打宝可梦的，就跟之前玩那个麦块模组一样，那时候也都是新的一批，都是在看宝可梦的。
你回来后一直暴睡，欸，我也是，我也是狂睡，昨天醒来就一直在睡。付费喝水，对啊，付费喝水。举喜安安，这么说起来，我好像没买过图奇的小旗舰呢。它就是，比如说一百一比，我也不知道一比几啊，一比100吧。你给个，100小旗舰，那可能是你的20块、30块这样，要让你觉得说你花很多钱在这边，其实没有花很多钱。我之前在等你来退取开，哇！天哪，你等这么久了，不好意思让你等那么久嘞。喝水是这样子吗？哎，对，是，但是短时间内不要同一个人，短时间内不要换太多哈。好，喝水，好吗？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换喝水，但是不要同一个人短时间喝太多水。等一下哦。不是小旗点呐、啊，是有那个点数可以换呐、啊。哦，嘴巴好痛，看一下啊、哦，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繁星觉得我算新的还旧的？什么新的旧的？太多了，太多了！等一下，会死，会死，会死！不好意思，欸，你们不是阿香欸，没有开赌博欸，不用喝到死欸。等一下，我还有两口，我喝完一杯了。我们等下厕所见，肯定见吧。不是哦，那天那边赌博。啊，有个人 就硬要赌一布有母的，啊，结果系统就是29只都是一布公的，然后请我喝一大堆水啊！天哪，那天我真的是膀胱爆掉过欸。没有赌盘，赌盘要赌什么？没有啦，但没有赌盘可以玩。喝到怀疑人生，对吧、啊？有没有厕所键的可以去兑换呢？是要换什么厕所键啊？我现在只揪一个人去厕所啊，那叫小唐儿，可是他现在不见了。我没有说，我要去尿尿了，走啊！你是说要尿尿，他就说走，久而久之就变这个了。那。天喝很多吗？超多！你知道他那天赌到没有钱了，没有点数了，是其他人帮他换的。你知道他多夸张？他在我这边收小弟小妹了。他说：“喝水啦！可恶，全部赌完没得喝了。”然后就能帮他换，因为没有放聊天室出来，那想要点出来又很奇怪，没办法截聊天室出来。那天好像喝，我那天也喝了几瓶，一个晚上喝了3瓶，总共多少？1800ml。主教主要喝几杯水才去厕所？那海哲你知道平均人尿尿的时间是21秒吗？这边都要来宣导一次。你知道，他其实说哺乳类啦，但是。哺乳动物有分像那种仓鼠那种尿尿，只要尿几滴而已，那不算。所以后面是他说大型哺乳动物，新来的会不会以为什么？新来会不会以为你在讲的是酒？怎么可能？你赠送订阅跟小心点徽章，是不是聊天室只能选一个？不知道欸，好像是。
我小起点记得应该是放那个什么布丁、棒棒糖之类的吧，那是好久以前画的图。以前那时候小起点刚出的时候，就弄上去。哇，不好意思，打架。哦，我爱心鱼嘞。话说这个是不是要改成赌盘？话说这个不是要改成赌盘吗？改赌什么？你要赌什么东西？现在没布丁了吧？有吧？那时候晴儿进来的时候有布丁啊？没有了吗？不然那时候晴儿前面挂的是布丁是假的吗？没有了吗？小关关安安，哦，以前的有，那是以前的吗？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人啊，不要想着过去啊。哎，可是没有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更新小起点贴图的时候，他预设还在、欸。哎呦，哎，难关掉游戏。哎，阿克隆瞬间变成剑子球。哎，哇，这是什么？这要怎么讲？那个好像只有Joko跟晴儿有吧？以现在来说。要抖满一千那个吗？我看旁边有颗布丁，我记得就是那个啊。我有小起点，有这些东西哦。哇！哇，真的是很久没用图奇了。啊，以前还是图奇先驱的啊，现在。哎、欸、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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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刷吧。有点失忆了，我打到30只是不是一直就野餐就不用存档？哎、欸，你要打到右上角出现所剩无几的通知，再存档，然后再开始野餐，关掉野餐，关掉。看，我现在就是要去了。如果你懒得算，就是看所剩无几啊。那如果你觉得麻烦，就是看，你怕多打少打，你就是自己算60，打错没关系。然后如果你懒的话，就是算所剩无几。请问爱心鱼是只有纯水吗？纯吧，哇，对，纯水，哇，这边，哈哈。麻烦了，这边水很纯呢，送我小起点，
我送的小极点刚好306，都是306魔怪数字，怎么了？难受，我想去刷衣服，我朋友叫我抓主板限定，整套限定，不要理他、啊。你说老娘现在没空，老娘在干大事。主播这样子一天睡好，好一天没什么睡可以吗？当然不行啊，会死哎、欸。先别提主播有没有睡饱啊，主播的膀胱会爆啊。这群狠人。哦，对啊，你看那个番茄，他因为异步大量发生卡时间嘛，成为他现在的那个工作。他现在有接单，对，他接了我们这边朋友的单，总共要16只加一只，17只异步啊。因为睡眠不足容易暴毙的啊，膀胱撑不住就会大量玩家尿。又被大家玩尿而已啊！你打到鲤鱼王 OK 吗 ？OK 啊，因为他是算那个，他不是连锁啊，他只要击败60只就好了，击败60只大量发生的就好了，他是这样算的啦。快了，快了，剩八只了。因为等于说阿翔他等于说就是把30为一批嘛，那现在就是要把60只就是两批的打掉，所以两批之后的深色为几率会比较高。他这代没有不算连锁啦，他只是就是要把数量清掉而已。你现在才知道哦，没事没事，那个安妮影片有教。我那时候很认真在看那个闪光的东西怎么刷，所以不用怕去打到其他的。然后这一代没有连锁啦，这一代你打野怪打60只也不会增加闪，是这样子。因为目前没有所谓的连锁的东西啊，你看像真钻嘛，真钻它不是连锁几只，连锁10只、20只、30只不是会固定出 V 吗？对不对？那我们这边连锁10只、20只后抓起来也没有固定几 V 啊，对吧？哦，不要下雨卡爆。话说测试服进入刀怪，明年下个月季节测试，明年不出意外、啊。今年不出意外，我有看到啊，兔子面具啊，我只是觉得他可以不要把原本兔子面具改成白色，就这样子而已。脸颊可以不要那么大吗？虽然兔子的腮帮子大大的比较可爱。我吓到了，你们相信吗？我吓到了，我在连呢、欸。哎呀，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怎么是你？对啊，怎么歪了？最近卡池抽歪的几率是不是很高？哎，你进来。我要跟安妮说，我抽歪了。
过了。慢慢去，拜拜，拜拜。也就是说，只要打满60只野的，不是连锁都可以增加闪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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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量发生。你要把大量发生的60只打掉，因为它等于是一批一批出来的啦。它就是比如说以30个为单位好了，30个是一批，然后60个是一批，所以是要把60只打完，的第三批开始设为几率是最高。谁知道鬼师通的闪是浅色还是深色？你看他的舌头，他的舌头是紫色的话，那是闪。好像开始转凉了，哎，不是，刚刚锁到一半，转头怎么看到一只？暴鲤龙在看我，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很恐怖。刚刚想说回头，哎，怎么是你？怎么歪成这样？好，看看有没有布丁。哎呀，如果没有，不要难过哎。不要，没有的话，我没办法保证什么哎。哎，不好意思，点错字。吓死，真的吓死哎！看看有没有，可是你就算没有，哎，应该要叫那个海泽看吧，他刚刚有给1000呢，哎，还是次次。不小心习惯性记录没差吧，才野餐两次。看你有没有吃香料啊，你有吃香料的话会比较亏啦，你没吃香料的话就还好。有人要打六星百变怪太晶洞吗？没吃那就还好，那还好，就是你打的过程中就是打完60只存档嘛，啊，中间没有打的话其实没差。那好险，对啊，好险，好卡哦。有吗？小妞，你有看到布丁吗？然后那时候小鱼是会卡1000还是多少？他说他就是要布丁，然后他就说再也不抖我了。哎、欸，那个米米，你记得要先存档哦。对，看看有没有好东西。我靠，这惨！这游戏水真的太扯，扯之扯都没有毒。检查舌头，等一下舌头伸出来。欢迎下午好，研八下午好。我等一下要吃水的色尾，等一下会不会出闪？白痴！哎、欸、有哎、欸，对啊有啊，有布丁啊，你看。是说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四怀了？哎、欸，四怀那时候好像说上班吧，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说，哎、欸，四怀，你怎么好久不见了？是四怀吗？还是谁？啊，我的爱心鱼嘞？哎、欸？啊，我爱心鱼嘞！这什么大蛇背？应该所剩无几的吧。
我蟹肉棒。教主安安，神风安安，要不要领？是不要领奖励，直接关游戏吗？不，应该说你看奖励好不好，或是看这只百变怪好不好？如果这只百变怪是六 V， 你就可以先不要存档，你就可以独挡让其他人打，然后。那如果是奖励很好的话，你就看要不要就是一样就是不存档，然后就是重新开给朋友打这样子，这个意思啦。就比如说我今天的太晶洞是两个香料跟一个膏药，那我打完之后就是不要存档，我就是重开游戏，然后独挡在太晶洞前面给朋友抓这样子。啊，对，自动存档要关掉，所以这边其实一直就是标榜说，啊，我们自动存档是要关掉的，啊，要常常记得手动存档。你有装可以一直刷，那就是看你的那个刚刚百变怪的太晶洞奖励好不好，如果还不错的话，就是可以问有没有要二刷、三刷。五 V 奖励没东西，好，那你可以看要不要存档了，就是再打一次存档啊。因为刚刚不是有人没有打到自杀突击，这有没有修？应该说我体感是喷火龙出来之后，香料变得很难拿到了。我体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你缺一只5V 百变怪，那就看那个咪咪要不要再开一次，然后给没有刚刚没有打的人打。哎、欸，我的爱心鱼是不是会打过头啊？我怎么感觉我超过60只啦？真的打好了，等下真的打光，外烤哦。变得更少了，哎、欸，变得更少是不是在那个啊，那个之后了，在所剩无几之后了，对吧？哦，现在才30只，怎么可能？我刚打那么多、欸，哎，我这时候想贴曹操那个 GIF，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半是鲤鱼王嘛？没有吧？刚遇到暴鲤龙的时候，我已经打了十几只了、欸，哎，我在算呢、欸。快跑，快跑！有疯子，有疯子，有疯子！哦，你也知道对不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超爱用那个 GIF 的、欸，我爱 DC， 每次爱贴那个 GIF 给那个给他们玩，给他们看。他说：“我教主要睡了吗？”我就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注意看，注意看什么 ？LENT Hi， 安安，还有我二弟天下无敌。你说他自荐那个时候的吗？推荐我二弟。哎、欸，我好喜欢看那个哦，《三国》。狸猫安安，晚上好，不是晚上好，对不起，讲习惯了，下午好。啊，12小时前的现在，我还是企鹅。其实你是企鹅镜，你不要一直换 ID 哦，欠骂。哎、欸，百变怪缺一还没有，白嫖一下，白嫖一下百变怪。
为什么你们能改，我却不能把钱拿掉？哈，为什么你们能改，我却不能把没钱拿掉？怎么没钱？那个蛋塔你怎么了？你说改蛋塔两个字吗？可能就是蛋塔有人弄掉了。你是指这个吗？你是说你退取的中文名字吗？就是因为你可能已经有人用过蛋塔这个名字了。对，就像我的繁星，如果我去改了别的名字之后，繁星被取走的话，我就再也拿不回那繁星的名字。所以我之前魔兽世界有几个名字，我肯定不能放。哎、欸，其实这边进进出出刷得很快、欸，我不用野餐了、欸，哎。我再去碰碰运气，繁星被取走，哎、欸，不好意思，快点取我，番茄不要，我要妹子，好不好？棒棒走开！你们猜猜看，我们会抽歪几次？因为等一下会吃水，遭遇力水嘛，遭遇力水跟闪耀力啊。哎、欸，遭遇力不用吧，吃闪耀力水就好了吼。反正水那么多，不用遭遇力啊，闪耀力水就好了。哇，会歪几个啊？感觉会东倒西歪、欸。开赌盘，等一下好不好？钱太多，赌盘等一下啦。要赌什么？我们要先歪，要赌什么？会歪还是不会歪？这样吗？你看，因为野闪数量多，但是大量发生是会增加闪率的，这样吗？歪几只？几只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吃闪耀加大大小小力啊。我知道，我知道，所以等一下要这样吃。我肯定吃大大吧，不要好了，小小好了。我想要拿那只爱心兔子，不是兔子啊，想拿兔子的那个徽章。会，一定会。等一下会看到泳圈柚的。你是说这边开始赌吗？爱心鱼、泳圈柚、鲤鱼王、暴鲤龙这样一系列下来吗？很多欸，这边还有很多欸，还有好坏星欸，波普海豚，欸，那个燕子应该就应该是不会有啦。你看还有千真鱼，这样读什么？对啊，这边很乱啊，这边比实况圈还乱欸。所以赌。哎、欸，这不算哦，这个不算哦，这不是赌盘哦，赌盘还没开哦。宝丽龙很爱我哎、欸，哦，原来他叫蟹肉棒哦。繁星安安，郭延廷安安，你到底连说什么？你不是说暴鲤龙？你说是不是暴鲤龙？
可能连锁到鲤鱼王吧。刚刚鲤鱼王打那么多只，欸，我也不知道，欸，怎么会这样啊？进来补血啦。欸，不是啊，不是我愿意的哦。欸，他不要欸。所以他成功了欸。蛋塔怎么了？他怎么又一只？等一下，蛋塔你在跟我说话，还是说你也锁到了？我昨天在刷这只一半放弃，结果你两只，哎，哎，不是，我的目标不是他，我昨天也在刷那个吧，那个谁，那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我昨天在刷这两只啊，伯利托斯啦。还不是歪了这两只出来，欸，给你们看，他的色尾跟那个傲娇夫一模一样。他那时候一个傲娇夫出来，身边一大堆这个傲娇傲的时候，想说怎么一只体型体色跟傲娇夫一模一样，就冲过去抓。那再来这一只是，我想说奇怪，怎么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结网猪还叫什么的。我一群之中有一个拿番茄的，我就冲过去捡，我就冲过去，欸，我就到昨天应该说早上说，欸，等一下是不是有只颜色怪怪的，我就走过去看，对，他绑红线。然后为什么要抓佛列托斯，欸，因为欸好看，欸，分掘金好看吧，对不对？哇，我休息了就蹦出了两只。你要休息哦？你说你昨天休息哦？对啊，你休息后就蹦出来了。然后昨天这一只啊，没看到人，来看一下。他在晚上根本很难看得出来。他在晚上超难看出来的，月光下白色的毛也看不太出來。那这是那个是谁送的？等一下，这个是被赠送的哦，王岸送我的。眼力要够，所以我们都在玩一些伤眼睛的东西啊。像这只其实真的还是舍不得进化了。来，这只真的是要看它的关节，我要气死！哎，还有其中一只的超可爱的，还记得那时候繁星不要跳，繁星不要跳，就遇到这只。好啦，来我们要开始喽，所以你们要读哪一种？歪还是不歪？我先确认一下嘛。波普海豚是紫色，爱心鱼是黄色，贝壳是棕橘色嘛？鲤鱼王金色。哎，欸，啊那个嘞，这个是这也是黄色对不对？没有啊，就说歪或不歪就好了啦，不用报鲤龙。肯定是暴鲤龙吧？好啊，不然赌盘就是歪不歪、暴鲤龙三个选择，好不好？啊，我准备一下，我笑死。等一下，我想一下怎么开。我昨天在雪山爬山旁边讲，对不起大哥，
血童子，我爬到一半想说不对，颜色怪怪的，后来觉得眼睛变好了。哎、欸，肯定的吧，玩宝可梦眼睛会变好哎、欸，你对于颜色的敏感度会变高，眼睛会变好哎、欸，哎、欸，繁星闭嘴。好了，我要赌盘喽，开始预测。嗯，闪光会是哪只？爱心鱼、暴力龙，我要打暴力龙。暴龙，奇葩。哎、欸，来，一分钟开始预测。小黄瓜片。想问繁星能帮打太晶吗？你要打什么太晶？你要不要来图奇问一下？或是你把你要打的贴给我，我请聊天室的帮忙打。啊，我现在肯定放不开啊。我现在要去，身为我现在要开赌盘，所以没办法。那个 YT 的郭延廷，做料理，水的小小粒，水的小小粒，小黄瓜还是红黄瓜？小黄瓜片加酸酸。专家苦也可以哦、喔，好啊。你还在吗，郭延廷 ？Hello， 不在就算了哦、喔。再要继续当差。想请问教主，这样时间怎么算？什么时间怎么算？那遇到第一只啊，第一只出来之后，我们再开第二个赌盘啊，对不对？刷到有为止。哎、欸，对耶，刷到有为止啊，不可能刷不到啊，白痴哦、喔。那暴龙就出来了，看一下，闪耀三、称号三、小小力三，好，完美！各位盘子们准备好了吗？我要的是爱心鱼。他故意只看爱心鱼有没有？哎，这边生态太丰富了吧！这里的生态太丰富了吧！讨厌眼力时候到了，对啊。我是想要两只黄色的爱心鱼，
排水大量发生可以再大量一点点，这大量发生一点都不大量啊，感觉很奇异耶。哦，这才对嘛，一堆鱼啊，才是我想看的啊，而不是你啦。哎，这么多爱心鱼才对吧？天哪，这才是大量发生啊。看到那群海豚好恐怖哦。有没有可能，我就问问有没有那个可能啊，如果同时出了两个色尾怎么办，比如说像爱心鱼跟暴鲤龙，如果同时出来怎么办，算什么？你要把大家收看随意部，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的？听到你们刷水上的大量发生，真的好有毅力。我觉得很卡哎、欸。那就其他，你是不是投第三啊，阿香？哎、欸，真的哎、欸。结果，又卡又考眼力，对啊，看到现在嘴巴张开的，哎，嘴巴不会闭了。嘴巴丧失了闭起来的能力，不是什么、啊？这游戏真的很训练眼力，早上看呆呆兽颜色怪怪的，他肯定是晒太阳晒到变白的吧，对吧？太阳晒一晒就变白了，强迫他是色尾。你是什么？在暴雨龙出来，我都吓到了，吓到是想说，哎、欸，不要射尾，不要射尾，不要射尾。那聊 YT 那个应该是不在了，喊那么多声也不回我，
而且明明就打了，如果不是的话请来图奇问问，还是其实已经问完暴鲤龙一定不会让人失望，好不好？在突袭的路上，居然开台了 ，Hello，Hello， 啊，爱心鱼啊，怎么没有？嗯，不是，都没遇到的话，退款了哈，谢谢。觉得刚刚暴雨龙都吃走了，但他消失了。对啊，我看到你打，要打什么？他一定很难过，想说为什么都不理人家。不是，我置顶有贴说，如果觉得安静的话，可以来吐气呀。有金色啊，有金色，金色。等一下，九分钟过去了。我第一次遇到他哎，原来他真的可以在海上遇到哦，我以为他只会出现在戴金洞哎。WILLION， 我现在主播在专心的考验眼力，主播在做那个视力测验，这个视力测验要一直张着眼睛30分钟。不过设为水一步没出来，哦，你跑去说他水一步大量发生吗？欸，那个其实蛮好遇的，设为水一步跟路边的野狗一样多。嗯？你默默安安，你是我们的劲敌呢？你是我们的劲敌吗？是冠军尼莫吗？
我也有黄金玛丽露了哦，恭喜恭喜！还是小丑尼莫，小丑鱼的小丑尼莫，对不起。哎，看来，到哎、欸，感觉凉凉哎。大量发生好不大量发生，超少的哎、欸，还是我这个该吃个水的啊？你看那些鸟也会抢，快骂他，他要出来。想问一下，这边有出版的各位固热盾吗？快不用，有人怎么办？我其实很怕你们被，你们有人愿意吗？哎、欸，菜渣打开了。你可以哦，那你去开个房间给他吧。感谢你了，王岸。抱歉，我现在走不开。你拿紫神当人质，没错，拿你的紫神出来当一下人质。对，因为我现在有赌盘，然后再跑色尾。用密勒盾保管应该可以，可以什么？你说诸神跟紫神互换吗？不然、啊、我一直以来他们有些新来的说可不可以换，我都是用密勒盾来当人质的。还是应该在这边刷啊，对，那些鸟好烦哦。对，我就应该要吃遭遇力耶、欸。有人帮我补图鉴吗？缺密勒盾。哎，不好意思，你们两个刚刚。我不一起换啊，一个缺固热盾，一个缺密热盾的，你们刚刚互补就好了。对啊，在火在闹哦。打字太慢，没事没事。对、欸，白痴哦、喔！抱歉，抱歉，抱歉，吓到！感谢
欸，不好意思，你自己不订阅用赠送的哦，感谢赠送给粉藏的会员。喷火龙团可以帮一部仙子帮啦啦啦啦什么？喷火龙团的可以帮一仙子一部帮助吗？啊？干这脑大声，没有啦，其实还好啦，只是太专心了，抱歉。嗨元安，抱歉，现在真的没怎么看聊天室，我觉得好危险哦，如果冲过去遇到色围抓心外，啊，反正先存档了。你要换吗？我们这边纸板蛮，纸玩家蛮多的啦。哎，你们要换一下吗？韩奈的声音偏小，不觉得调大声一点，那音效就变超大声。哎，抱歉了，抱歉了，抱歉。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听我被吓。如果再小声一点的话，我就不会被吓到了。哎，我去剪我那个影片啊，我发现。为什么听音乐声音很小声？真的很小声，然后播出来的音乐很大声呢、欸？去设定看看啊，不是设定问题啊，是 OBS 啊，就是之前调其实都没有怎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都没有动到设定啊，就设定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才有大量发生的感觉嘛，天啊！哎、欸，不是你们啊，哎、欸，不对，我发现刚那一群爱心鱼不是大量发生的爱心鱼、欸，哎，这边的才是、欸，哎，哭啊！哎、欸，阿香，你懂 OBS？越懂，肯定懂的。我真的以为我可以刷到两个爱心鱼，我是不是太有自信了？芥末酱跟黄芥末酱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哦，天哪，我哪来的自信啊？有一九，好诶，好好好数字，不是的那种，其实是游戏里面设定，好，要设定什么？色围几率调高吗？哪边设定？随便出个影片有没有？设定去调嘛，把色围几率调高。
野餐食材不够，去买啊。骗人，你就可以野餐。你说 B G 的音量不是这个 B G 啊，是昨天那个啦。昨天我不是在播恐怖片的歌吗？我想说我播出来的声音还好，就在听 B G 那个录记录档的时候，我、哦、靠，怎么那么大声？就没有说到太大声，只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声。你、欸、这个啦。可是我刚刚鱼其实都打到那边去，才会觉得说打过。你看，就到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我的睡意就来，开始又想睡了。为什么固勒顿叫狗狗啊？是哪个实况组先讲的吗？还是谁？然后怎么突然开始讲？团团昨天有说狗狗，然后什么酷车狗狗？这只爪看起来像这样狗啊？怎么没有说猫或者是什么？想说突然同时说狗狗什么的，我想哈，什么意思？第三只布布，哇！有了吧？这一群有了吧？没有哎、欸，长得很像啦。哎、欸，逮到什么？可骑可喂很乖，啊，可是密勒顿也可以骑可以喂啊。但没有脚、欸，这里什么？这里怎么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哎，完全没有哎、欸，这闪耀力真的是。闪耀力，我的超能力。我就觉得这边点不好哎、欸，这边生态域太多水了，哎呀，三只都攻的，那还好啦，你至少出门会安全一点。对，三只都母的，小心一点。而且有人用生的，真的很猛。生出两只都母的，我看到是红色蜥蜴会跑呀。这是狗爬式吗？狗爬式不是这样哎、欸。那我不出门了，你怎样？你连续三只都母的吗？你不是啊，人家是用生的生出母的哎、欸，你是说我吗？不是啦，我是说阿香呢。阿香他生他自己的第一只六 V 啊，然后第二只色尾又是色尾，然后他又是母的，那就送给我了。那你安全点，对不对？你还是不要出门好了，尤其不要来淡水。
啊，小心一点啊！那神都很凶啊。哎、欸，完全没有哎、欸，连李王都不出来、欸，不是不李王，暴李王，哎。好了，会赌盘。先恭喜各位退赌盘了，剩几分钟？三一四啊，白色情人节。哎、欸，对耶，你是母的小火龙哎，你也是很狠哎。啊，你出门也是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出门会撞到啊，撞到爱心鱼啊。对啦，出门小心啊，会撞到爱心鱼。可以爬吗？哎、欸，可以。看来有得刷了呢。我就不信，今天睡醒我再来刷一次。我白痴，只要这样爬就好了，是不是？怎么跟我那时候在刷那个那个啥青眠鸟一样，好亮好亮好亮，我讨厌黄昏跟清晨。我那时候也是吃闪耀力，然后就没有出。撞到爱心鱼我就穿越了，怎么了？你穿越到哪？运气被蟹肉棒抽走了吗？对，我想说，你看，还没开始刷闪，就出了两只闪，结果嘞，浮云，其他的蟹肉棒什么都没了，啊，蓝色蟹肉棒。剩下40秒啊，还是有机会的。40秒，加油加油，各位，努力努力，达到目的。阳光室啊，还东二区，阳光室东二区。海底捞月没了，恭喜大家啊！再看一次最后一圈，最后一圈，最后一圈。哎、欸，恭喜大家啊！那个啊，没赚好不好啊？恭喜大家，我们这场赌注，我们花了30分钟在摆票啊。好喂，喝什么水？几个？一二三四，来，有种有种一起喝水啊，好不好？有没有种？哎喂啊，我敲到 switch 了，打水漂，然后丢水沟，四战客丹奇，哎、欸、哎、欸，说到四战客丹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稍早打的斗阵，要看吗？我觉得我表现的不错。
好了，我喝四口了。哎，我开到五点好了啦，对不起，小开一下而已。看哪次不看，看哪次不看，你们是要不要公证啊？你们去结婚啊？我等一下要再去看那个杀黑眼二了。啊，对，赌盘，感谢利恩吃西瓜，我想起来了，看到利恩吃西瓜就想到赌盘要退回，删除并退还，哇，五万点呢，天哪！先不用，先不要。你看你们两个，去结婚吧。啊，这我就不说了，好不好？好吧，去公证吧。啊，我不当公证人啊，太麻烦。Overwatch 2啊，来来来来来，就是也没有什么啦，就是今天打了很多场啊，有一场，我想说这场应该不会，就是刚好是。关键救援吧，就是没有，就看看精彩回顾哦，这个而已。啊，怎么这个报应？等一下，声音好恐怖哦！哦，好恐怖哦，什么声音？有报应，天啊！哎，不好意思，哎，这声音是到底怎么回事？欸，好恐怖哦！我看一下其他的哦。欸，好恐怖哦！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还是我 Switch 先关掉，看一下，这原因吗？不，对啊。看有病欸，等一下。逼我看重播是不是？好，看一下哦，艾希瓦德。看一下哦，防守方，然后大概这个位置。生化医疗准备就绪。防备这里耶。别那么急。我觉得我这边睡得很棒欸，他是金刀原士欸，来再看一次正常速度，我会治疗你的，生化医疗准备就绪，跟原士躲在那边我根本不知道啊，然后注意看那个七六，这七六其实差点死很多次啊！看一下哦、喔，你看这七六是，按键哦，嗨。然后他其实会被星星拍死啊！啊，我跟另外一个捕食就一直在狂奶他，你看他血量。打不倒我的，他是真的，该死的啦！他从死神不只从原始还有星星的手上被救回来。正在扰乱敌人。对啊，就觉得很好笑。那再来是这是那个啦，今天早上关台后那个去打。这场是打输出，因为我输出差一场就开牌了，然后刚好是赢，然后输出啊，果不其然是同五，因为那时候跟那个嘛闪闪小光，然后凯吉他们是连败十八场，然后就再来就是七场连胜，可是就还是同五，那剩下这个就是把辅助的打出来，那现在辅助是金牌金四。还喝水哦，等一下会吐。
喝两口。哎、欸，王安，你换太多了哦，不要以为我刚没看到你换哦。啊，好了好了好了，斗争就到这边了，斗争就等他改版了，他两天后改版。我辅助赢八场赢二，哎，我虽然后面都没有这样玩了，因为我之前斗阵很几乎都没在打排位啊。结果我那时候明明，我赢七，好像输二吧，然后那时候掉在同三，看到有人跟着换了，我有是不是上面有说同一个人不要重复换太多次？短时间内吧，我记得那时候有讲，短时间内不要换太多次。我有没有说，我有没有说，我说同一个人。啊，有没有讲？有哦。因为我会讲啊，当时想回退取，主要是因为我想把那个布布的贴图上传。反正那时候想说，如果是台主自己用的话，应该就还 OK， 对不对？就是我自己用爽的这样子。然后结果就好像还是要努力再开一阵子，这样才能上传，就没办法让自己爽。哎，怎么没有出爱心鱼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哎，晚上好看多了嘛！天哪！搞啥啊？你们要去看黑眼二吗？因为我要吃中餐了。没错，快五点了，吃中餐啊！你没听错。我想说，那就开到五点嘛。你吃完晚餐了，五点吃中餐，我肯定听错了什么？没有啊。肯定这个世界错了吧？还是你要去看《黑眼二》？不是晚餐吗？这是我的第二餐。然后我们去看《黑眼二》。然后挂着睡觉，醒来看剩多少人。欸，打对战是不是要养一只沙河嘛？对不对？他的吼叫跟不是吼叫啊，他的不对，吼叫哈欠。隐形眼，玩沙暴吗？不是啊，火影不一定沙暴啊，就是防一些就是强化的啊，不是吗？龙武剑武那些不是强化过后吼一下就走了吗？有就回来看，发现会员补券，知道下礼拜补给你了。好的，谢谢你，等你哦，等你的会员。安娜可以练一只，不过土王更好，真的吗？土王优势在哪里？哈欠、隐形眼，啊，他会那个吗？他会吼走吗？武王的优势在哪？更坦更肉。哦，这边可以，这边可以。不好意思，怎么变成那个？不是啦。哦，淳朴哦。
好光了啦！哎、欸，会回来吗？会回来？会回来吗？哎哎哎！不要北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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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会咬人呢、欸！等一下，有吗？坏了，我要吃五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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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了，完了，完了！看屁呀、啊！你在笑什么？哎、欸，有个八，八，什么意思？没看我。啊，一、二、三，好。白痴哦！脚下也太多，看到一大堆跑脚下、啊。他走的是河马。还是把你带到别人去啊？蠢鱼和杜鱼，怎么样？习惯叫蠢鱼了啦，哎，听得懂就好。蠢鱼啊！对，晚上安妮啊，他会开台，然后补图鉴，所以，哎、欸，可以去他的台啊，帮帮他啊，他至少要补多久啊？他还有100多图鉴没有补了，所以可能会开个3小时吧，因为他说他还想开始生蛋。看到没鳄鱼啊？9点开，对啊，9点开。RYT、Twitch 都会播，所以到时候我肯定是睡死的啦，我肯定是爬不起来的。看看现在，如果躺下去的话，也不知道几点起的、啊。我想说，怎么会有白色的色围吗？不是。你可能明天起来了，我肯定是半夜起床的。就算不是半夜起床，我也是11点起床吧。我记得有旋转镜头吧？是吗？哦，对对对对对。
六星草吉利蛋，快点快点，打吉利蛋，打吉利蛋！你们要打，我要吃饭。我应该再撑一下，刚进来就看你在拍鳄鱼，我要吃东西，主播在吃东西。打个字啊，主播在吃东西，不信。吃晚餐完成，我今天也去补图鉴好了。你要怎么补？你要找谁补啊？哎，你要不要找兔窝的帮忙啊？虽然兔窝很多人都好了，不过应该还是会愿意帮忙吧？你没有，你先把你那边的该有的图鉴都先补好，真的没有的再，真的抓不到没有的那个再找人，先这样子试试看呐、啊，不然明明抓一颗球就好的东西，我就是要去抓图鉴哦。但我觉得有时候才要护肤跟。我去眯一下，晚点见，晚安晚安。而且还看不到我喽。我没注意到妖精课二，你要重开吗？不是没注意到，妖精版就课二啊。虽然我常常会忘记啊。毕竟我真的是很少在打这种东西，一招到底了，一招到底流。潜水球，欸，如果我要卡住爱心鱼的话，我先存档，关掉游戏调时间，对不对？游戏关掉再调时间，没错吧？对，反正如果变了档就好。哦，好的。好的好的，先过来补个，我存个。想说看到爱心鱼是黄的，哎、欸，这回是黄的、欸，感谢繁星出色围啦，你刷什么色围？不用感谢我啊，又不是。就不是我的教学影片，要谢谢安妮啊。奥德一步怎么外层贪心利鼠？还行吧，有出欸。一天，
藏宝隶属的色尾是不太明显的，但是两个站在一起是看得出来。噔噔噔噔噔。幸福蛋好香。什么什么有香料吗？五香料，真的假的？想不想存档啊？想不想读档啊？欸，好扯哦，我以为按改掉了欸。因为这两天我们打的香料几乎都没有超过两个，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按改掉了。陈柏宏安安，陈希瑞安安，还在，太好了。请问香料车有存档吗？这边，然后这个便当好辣哦，我嘴巴的伤口。被弄痛了。阿香，你要不要跟车？喝水？不是，这不是喝水的东西啊，很烫欸。欸，那只眼睛是绿的吗？你是绿眼睛的吗？不是。好，那你是吗？想跟你们先打吧，我继续吃。我等一下再去打，不然等一下我的便当长蚂蚁。回婆，干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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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嘴巴不要张开哦，不要。当丁不要，嘴巴。我说不要吃地上的土啦，很脏。地上的经验糖果不要吃，很脏。他只想抱抱，搞不好是地上有经验糖果他要吃啊。欸，拜托。不是，我刚刚手上有东西没有空拿哦，没有空拿手法哦。怎么了，宝宝丁？你们都懂，肯定的吧？我要掏出吼叫尾了哦。不好意思，繁星，下午五点而已。围观我吃饭，要嗨，哎呦，嗨，你好，我不知道有你在，Hello， 有人跳掉了，我会十二点。肯定的吧，有我在的时间都是午夜啊。午时已到，
欸，是不是要开车你们才会打字？有些人平时讲话讲话都不讲话，他只是提到一些关键字就会打问号。对不对？很胖丁，你也觉得对不对？你昨天看那个巴哈的那个图鉴不是吗？那个胖丁的脸真的好经典，到底是怎么截图的啊？他眨眼只有一瞬间呢，有开吗？开什么？感谢笨麻鼠的订阅，感谢香料车车。打完了是不是？打完了是不是？轮到我了是不是？轮到我了是不是？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嗨，我多一只。我想如果连发手把这样子挂着睡觉的话，你们觉得是白痴？这个主播的膝盖力度很强哦。繁星要试自杀吗？我要怎么试啊？气浮弹打了又不痛。哦，你说现在试试看还会不会还在不在是不是？好啊，我看一下哦。打对了啊，好好试看。254541435449。25。我记一下哈。25。3。我想说为什么是 AM2， 为什么要两点？欸，是耍我吗？好吧，你们打你们。被骗了。被骗了。肯定有人没喊佳佳，肯定的吧。是谁抓？哪个人没喊佳佳？我吃到头发了，来吃哦，超级头发。哎，谁没喊佳佳？哪个坏人？是那位取朋友名字的。不好意思，那位取朋友名字的，你怎么就这样偷偷上车了？你怎么那么狠，坏人？那位取朋友名字的，
我觉得他可以用他朋友的名字去为非作歹，真棒。是我换个账号干嘛？你改叫长，你原来你叫长颈鹿是不是？不好意思，要抢车也打个加加，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满了我就不打了啊。我是说我不就不打号码了，我就不用浪费时间打号码，我可以多吃几口饭欸。初学想睡觉，安安。对，没问题。欸，所以要是自杀吗？那是要自杀吗？还是？原来是我麦克风不见了，什么意思？难怪没声音。嗯，我现在是自杀的，那就来吧。什么事？打自己人，不要打对面。待会就是打自己人啊，不要打到对面就好了。哦，我的头发一定很好吃，我一直吃到排内。没有看看改了没啦，如果没有改的话他就不用一直独挡了，他只要一直死出来就好，如果改的话就正常打吧。会睡觉，亏，亏啊亏，硬巴西菜龟。欸，他过分了哦。欸，有那么好中的哦，不好意思，也打死我。欸，不要打对面，不要打对面，王岸，不要打对面，求你了。反正不要打就对了，不是你，那是谁？还有谁会近身战？你打钢喵哪有？你打到对面去了，想骗我？
真的没有，不是啊，他真的打到对面，你引火我干嘛？想打我啊？因为我刚刚就是金身杖打到对面啊，你要不要？真的没骗你啦，真的是你的去打啦。好，你可能没按到啦，但是确实是你打的啦。你还在开？我在吃东西啊。然后发现有香料车在打，我现在测试自杀还有没有用？见鬼啦！我见鬼没有啊？见鬼又不能用精神战，还是你是说看不见的剑？嗯，来检查，按错了。包包自杀拿奖励，哎，改掉了，改掉了，改掉了，没了，没了，没了，改掉了，改掉了，正常打吧，辛苦杯杯了，抱歉，抱歉，我们测试完了，改掉了，我再跟安妮说，对吧？想说帮安妮测试啊，因为这两天一直刷不到香料。我要啊啊啊啊、嗯、好啦，你打了，你们打啊，靠腰，我发现他背后是皱起来的、欸、反正要设为小石怪吗？不用不用，安妮有给我一只，安妮有给我一只，我怎么蛋蛋减二又怎么了？啊，你们刚刚不是加加加了三个吗？团啊，望月、王岸，你们去打、啊。没有啊，真的去打啦、啊！我在吃东西，我想说打一次就好了。哦，好辣！蒸蛋中，不是刚刚不是，哎、啊，你们缺谁？三十秒，我来了，重开啦。重开吧，不是你们现在是哪一招？教一下，你们怎么了？是不是看到隐形人啊？是不是有隐形人了？要给你进吧？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没有，我刚看你们就打已经三个加加了啊，我才会想说我继续吃东西啊。啊，一，一，没看到我刚刚吃的很辣吗？哎呦，蛋哦，有一个没进，我看到解散了，饭是加了什么那么辣？没有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都会有那种脆笋还是什么的，啊那个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东西，菜头吗？就是辣的那种便当菜头。啊啊，现在是因为嘴巴破掉啦，嘴巴破掉吃那个东西会比较痛。辣菜包，对对对对，菜包菜包菜包，为什么讲菜头？哇，这是测色维的吧？你看，长得完全不一样哎。请问一下，有人可以陪我打一下喷火龙吗？你开啊，你开啊，我们的样样就会去打了。嗯，你连接失败。样样打喷火龙，样样，他怎么跑出来了？他说网络失败啊，他说连线失败。哇，这只太小只了吧！啊，我吃一口饭，然后进出一下地图，看看有没有设围。发生什么事情？月亮球的色为一部敷不到。那个不斜阳，你不是要打喷火龙？你开啊，我密语了哦。所以现在减二吗？不是啊，那个阿香、王安跟汪月不是要打，应该没有减二啦。那个 DBXLMA， 你们刚刚香料的，你再上一场打哎、欸，那、啊、你打完了、喔，教主去吧。哎、欸，喷火龙的有人要去帮一下吗？应该是不用帮啊，我不知道哎、欸。等一下，顾斜阳，你是不是改过名字啊？你原本名字叫什么？哦，米娜米哦，啊，想说，等一下，我记得晚上有跟你交易过东西，原来是你呀、啊，白痴哦，阿香，你们打嘿，阿香，扔蛋好玩吗？
我换脚来不及。哦，好吧。谁剑舞？我有剑舞啦。我打吧，我打吧。哎、欸，怎么会这样？我连线失败、欸。哇，没关系，没关系。等下，等你，等你，等你。我必须去遇我的社尾。这是老天爷惩罚我们吗？刚刚还想坏坏。哎，壁虎。哭啊！我怎么打这只？火神儿加油！你被警告了，那你先不要用好了，你晚点再用吧。那个香料团先到这样吧。他被警告了，之前番茄也被警告过，因为番茄处理的方法是直接，奖励都没领，他直接关掉游戏。这样爬起来他会被吓到。Surprise！ 你刚刚会出现什么？他说什么？你近期反复的关闭游戏错误吧？好像说不正当关闭游戏还是什么的？哎，番茄，你上次还记得是什么吗？你刚刚关游戏是领完香料才关游戏，还是你是直接按 home 回去关游戏？就是你可以领完香料，但是不要存档。你就是领完香料，然后按 home 键关游戏。你是断线被警告，那没办法哎、欸，忘了哎、欸，幸好打赢了。哎、欸，不好意思哎、欸，你们出门路上小心一点、欸。又出门路上小心一点，到底出门是多危险？没有啊，就出门路上小心一点啊，没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啦，哈哈。好，我要去吃饭，趴着当壁虎。太、欸、好了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苟了又苟了一个小时。好啊，乖乖吃饭。谢谢帮，谢谢帮我们家米娜米的，谢谢。不会什么啊？你是打喷火龙吗？你在不会什么？
哎、欸，还是喷火龙，你有份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了，你也把我去打喷火龙哦，他是什么？抱歉，我刚刚想说，明明没有帮忙，不客气。我想说，谢谢，不会啊，抱歉，工作了没有？我想说。他今天怎么脸皮这么厚？谢谢你们，不会。嗯。我想说奇怪，之前王案怎么突然混那么熟了，可以开这种玩笑？我是这种人吗？对啊，就想说，奇怪，你从来也没有脸皮厚成这样子，哦，突然谢谢刚刚帮我打的，不会，我觉得很好笑啊。哦，可以不要让我笑吗？我眼睛会睁不开、欸。我是鱼仔、欸，早安啊，早安啊。鱼仔当家，有在看台吗？鱼仔当家，谁害的？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好奇怪、喔。我每次都害女生肚子痛，男生就算了啦，女生肚子痛，我每次都要负责，我真的觉得很辛苦。阿强真的就蜥蜴耶啊，就是啊，我蜥蜴壁虎啊。我其实有要传一个贴图上去，但是现在还一直忘记。看一下哦，图画战士。这个我当时以为我的那个贴图的那个数量不够，就没，就发现好像够哎、欸。然后其实那个谁，王安现在贴的其实是叫修蛋子的，看得懂。就是这个。修蛋子的。在场有没有可以帮我吸个色尾运啊，我都不出哎、欸。你要吸什么运？不好意思，我想要去吸个运哎、欸。你可以把番茄的运气吸过来。你看看穿女装啊，你的运气会不会好一点？番茄就是不愿意穿，嗯、啊，他穿上去一定刷更多，啊，打斗这一定上金牌啊，就是不穿。你去我家，哦，那我去你家帮你刷。哎、欸，王岸，番茄要去你家，地址给一下。苗苗早安。你家不是我家，他有家刷色尾干嘛？带人喷火龙，你是要帮忙哦？佣兵佣兵 ，CR03KW， 快点去拿经验糖果。
好吃哦，去别人家刷。对啊，不好意思哎、欸，那个八颗蛋就中设为小火龙的。那、啊、你今天有没有被撞啊？我是说被设为撞到啊？这主播真的好差劲哦，整天诅咒人家撞来撞去的。不是啊，被设为宝可梦撞啊。八颗蛋好扯，我就是想说他才刚打完，说他刷完那个喷火龙了，然后就打说他中了，然后说我用几颗，他说八颗，我说你真的是不要被撞哎、欸，你想被设为撞，你再去找看看一家属，有机会来撞你。不至于有病哦，在水里还要侧着飞，要侧着游。好了好了，正常，水一下是不是？喂，干嘛？好直接哦，你有没有被撞？对啊，怎么了？哇，好臭。可以撞我吗？你说我吗，小唐儿？因为太直接了。好啊，看一下、喔、有没有什么色我可以撞。哎呦呀！是要找那个蝉的声音，哎、欸，白痴哦、喔、的画面。DC 可加不行，我 DC 是付费 DC， 所以没办法加哦、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布布不要。你说用雄伟牙、雄伟的繁星吗？肯定的吧，还有牙齿。卡比吞的披萨，安安。请问那个子怡回来的是谁？可以吸运气的话，我也要吸。哎，我也要吸啊。别说运气了啊！我还想说什么？嗯，比什么？嗯，比什么？我现在还有拉鲁拉斯没有刷到，好不好吧？沙奈朵没出来啊，还有啥？嗯，还有金鱼啊，爱心鱼。不过得好吗？还是你也好久没收到布布消息？他过得很好，他过得很爽，好吗？他爽翻了，他爽到变胖了，你知道吗？主要是最近快过冬了啦，吃比较多。布布怎么了？没怎样啊。布布没怎样啊。在乱讲什么？吴安安。
白痴哦、喔，不要乱讲话啦，讲的然后人家误以为怎么了。大家说想要布布怎么了？啊，不是啊，又在那边讲说布布怎样，过得还好吗？我怎么了？乱讲什么话，对吗？我是要看打的。啊，这边有那些 GIF 白石头，看一下。我会留这些白痴 GIF 吧。我觉得还好哎。打喷火龙会死就不要动好了，不要动了好吗？口气好一点哦、喔，不要这样讲话哦、喔。人家可能新手啊，你有新手过，你就体谅一下吧。谁没新手过啊？不要那么凶嘛。人都有新手的时候啊。对啊，冷静一点。不是啊，不是你后面加了不要动了好吗？我就这样让人家觉得很像很凶啊。啊，这个就是超早画的打他。我那时候既然他的观众都说，哦，原来是繁星画的哦，我说对，我画的。看得出来吧，是我画的还是谁画的？画风看不出来吗？欸，我要吃最后了，然后吃完把你们带走，吃完把你们带去别人的台。这版本毒鼠有推荐可以练的吗？土王，想一下哦，还有谁啊？哎，这版土王有新的吗？没了吧？这版毒的就只有土王吧？土王的努力配置是什么？血量，然后你看他哪个高，你就加哪边吧。因为他那只就是那个啊，那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早王的太金海对战啊。金光花不好啊，对，还有金光花，对，要金光花是要首发，你也可以金光花配那个啊，岩石巨灵啊，你金光花前面先挨打嘛，不是会掉毒灵吗？然后再派那个岩石巨灵出来，然后再丢那个岩烟，好玩欸。我是没玩呐、啊，但是看很多是这样子玩法。
忘记金光花了吗？想要金光花，想要在地底遇到一个然后褪色的花，把它抓起来。你可以问啊，这边样样跟阿那个阿香他们都有玩玩对战，你可以问一下。金光花算土吗？对啊，土。他不算土吗？那他算土。至少你不要像那个会长啊，把金光花放最后一个丢出来啊，不知道干嘛。小牛早安。那那个你喷火龙的团，你打5137那个是你。那个是你单机的，要怎么讲？你没有连网路的话是5731，是5137嘛？那个是你要主机对主机哦，那个 YT 的这边你那个要连线，连线要网路。他跟 YT 的讲，他打了一个5137，就四码而已，我有点难跟他解释哎。你们两个在哭哦，该加了吧？爸还没加，该加了吧？我那时候其实宝可梦很多消息都是看突窝他们在分享才知道的，光遇的消息也是啊，就是有些消息像日麻的角色联动还是什么，我都是看突窝。两边都有懒人包，哎，好白痴哦！我想说，是金色的，哎，不是哎，害我哎那么大声，聊天室又打7777了。啊，不是打七就是打问号，你们还会打什么 ？L U L， 我也吓到了啊！喂、欸，你看有没有尖尖黄黄的啊？靠过去，哎，不是，吓到我，我也吓到了哦，吓到我自己了。真的很像吧？不是我错吧？你看，你们除了打七啊，打问号 L U L 还有什么？叫好大声，因为想说又吓到啦、啊，又出色围了啊！嗯，出色围第一件事情，阿白说，它怪怪的哦，这个颜色好像怪怪的哦。bug 好扯，又要用嬉闹了吗？就不要用嬉闹了啦，换别招啦，喝个奶茶压压惊，不好意思，
奶茶好喝吗？我好久没有你是说生蛋生出社会的 A 吗？大概多久了？Dan 感谢各位，不会不会不会 ，Dan 不会，好喝，感谢3721就已 follow， 对不起，虽然没有音效，但感谢你的 follow。两天了，放错一步就拿不回来。放错一步，怎么放错一步？哦，你放生掉一步哦。对呢，乖啦，家姐姐现在很开心的睡觉。你家那个姐姐，她现在应该在梦到她在擦拭着她的闪耀护符吧？哎，你今天好好照顾她一下哈，她赶快让她今天可以拿到闪耀护符。喝水，喝水要喝完的，又要喝完的啦，开心了吗？好了，喝了，喝了。啊，没有凶啊，只是刚刚还在嚼东西。确定不是在欧达吗？他现在在同一，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上银牌啦。但是希望他可以上银牌，哎，希望番茄赶快脱离同五哦。他这是不知道受什么诅咒，一直在同五，没办法离开。他说他赢七场输两场也在同五。那我说哇，赢七场啊，只有输两场而已耶。那我就问他你用什么角色，我就看一下慈悲。虽然他有在开始练安娜啦，但是安娜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好好练安娜啦。他还在同五哦，我觉得他就是中 bug 啊，因为斗阵现在不是排分有个 bug 在吗？你再怎么努力怎么爬也是会在同五啊。所以之前有很多人是说什么他之前斗争一是什么白金啊钻石啊，就卡在同五上不去，也是卡在铜牌啊，所以导致就是他们在铜牌场虐得很开心，可能色尾玉太多，不是他就是因为卡在同五，懂吗？然后在色尾这边弥补他。哎，番茄问你哦，卡同五或者是预设为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你设为运增加跟卡在同五，你选一个。终于去同二了，就安妮她之前是同五同四在跑，她的输出跟补量都很高。阿四今天看到她说她同一了，我就哦。恭喜恭喜！应该说我一定选色维啊，肯定选色维的吧？你看红牌那些算什么？给他，对吧？色维带着走，哎，那你铜牌那些只会气死，肯定色维，哎，没错没错。所以番茄他现在就是抱着说打一次那个积分赚的那些点数慢慢抽上去拿到金色五。他是这样子的打算啊，他就是没关系，反正输或赢没差，后面都有点数拿，然后他就慢慢的弄上去，把那个一点一滴的有没有击杀成塔啊，他就慢慢的凑把金武器换出来，哦，好亮哦，他就是这么有毅力的人。出门送我，好，拜拜。你回来我应该关台了啦。我的肉只剩下两块了，你们有要揪去哪吗？因为现在看我没什么可以带，
啊，就去安妮的聊天室，再没人，但就过去他那边，会太无聊、啊。因为我其实差不多已经开始想睡觉了，而且天气变冷了，好冷哦。啊，再一下下啦，再撑一下。而且刚刚吃的其实有点快，我现在肚子好痛。因为那边等到晚上九点吗？哎、欸，对。那我设个闹钟起来。等一下，我现在肚子好痛。狼吞虎咽呐、啊！我的天呐、啊！那我去跟老板凹一下好了。凹什么？不用啦。哎、欸，我以为你是在家里做哎、欸。那你在外面做？仙子特工加 HP 吧，哎、欸，你是要打对战还是太金？打太金的话 ，HP 或特防吧。安妮娜可以带过去哦，可以啊，可以啊。我设个闹钟，我设个九点起床，希望他九点也起得。的来哈，早上也闹钟，下午九点准，太金对战跟各练一只，对啊，就是我讲一下好了，太金是 PVE， 主要就是，不用想太多，就是。血量多一点，然后伤害痛一点，这样就好了。那个对战的话，就会比较讲究一些了，有些要微调数据什么的，可能你要速度赢过对方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打玩家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太金就简单一点啊，因为 PB。阿里线可以带哦，帮我试试看啊，可以吧？哎、欸，对耶，离线可以揪吗？我不太确定耶。如果不能揪的话，就只好原地解散喽。因为想说你们还在聊一些东西，如果带去别人那边的话，感觉又有点打扰到人家，然后请你们回来又觉得有点好像有些过去就回不来了，所以最近有几次都是原地解散，就是因为这样啊。想说你们有些留下来继续聊，你跟老板熬好了，哎、欸，原来这是灯哦、喔。喂，那个是排烟的地方哎、欸，嗨，里面的人，哇，细节，想问一下，请问，我的玛丽露特性是厚脂肪，用特性胶囊改大力士后，伸出来会大力士吗？会。但是要跟你说一下哦，它还是有2%，哎，二就是它还是有20%的几率会升到厚脂肪。要注哦，对了，咬到舌头，要注意一下哦。那一样，你如果今天是梦特性的话，一样也是有 20% 的几率会生出 普通特性，但是普通特性生不出梦特性这样子。你一定会回来跟台，跟什么台？
你说我揪过去，然后你们会回来还是怎么？跟我的，哎呦，跟我的什么？哎、欸，还是带你们去上次有揪过来的一个人的台，应该是妹子啦，我不确定，我还没听过她的台的声音。因为有一次是深夜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几个人突然陆续揪过来吗？那都是其中一位啦，不确定她的风格是什么，但是那时候就追随了。边霸边看动画，他不讲话哎、欸，可恶！话好不好听？都可以，妹子啊，对啊，不确定啊，可能是妹披着妹子披着棒子，那先过去吧。啊，你们如果要聊一些那个。太精湛还是什么的话，你们再回来这边聊吧。如果用不同宝可梦分的母的梦特分出来的几率是梦特，会啊，因为主要是遗传妈妈这边，很多东西主要是遗传妈妈啦。像如果你今天是公的配百变怪的话，就遗传爸那个爸爸那边。你想去哪就去哪吗？哦，那我不关台了。好啦，先带你们过去吧。想说上次人家揪过来，就回敬一下。没有，先认识看看嘛，好不好？好啦，那说拜拜啦，各位。那你们要聊的那些，等一下再转回来就好了。去我心里，不好意思，男生滚好吗？看一下哦、喔。艾马克晚安，晚安晚安，小熊熊晚安，莱姆要晚安，雪莉晚安，电晚安，林小盖晚安，喵喵晚安，小唐晚安，神风晚安，佑成晚安，阿香晚安，利恩晚安，感谢阿香今天的订阅，冰山安过了吗？好，包包晚安 ，V 晚安，花铃音晚安，毛西晚安。米娜米晚安，收了晚安，没了齁。那我们深夜可能见，好不好？Night Marie， 他，你的真的很难念哎。晚安，幺幺晚安，好啦。晚安，我要怎么找你？不是啊，你们等一下就，你们等一下就。就回来这边聊就好了、啊，你们等一下就回来这边呢、啊，就不会说找不到人了、啊。好啦，拜拜喽。